把武神的舞女啊六臂打牛仔了，这个配置很高呀。诶，阿策现在是跟过客在双排吗？遇到的是蜘蛛啊，这个阵容打蜘蛛，两边都有的打，两边都有的打，全是这个阵容，这张地图上限很高的。过来的话，抓我们这把的主角武神。哎，武神这边翻过去，再压一个进步。哎呦，这一手骗到了。哎，玩的就是细节，我能够这样子蹲在那边不让你看见骗你。再一个减速八音盒，好，你这边必须踩，你踩完我往前拉新的飞轮拖出来了，这边利用这个飞轮可以进一个点。看这飞轮怎么交，飞轮交回头下板子，好的，还要继续走绕这个板子。我们看下一个八音盒，牛仔，这波我估计小果冻都没看到这牛仔会勾他，但这波勾勾的好不好，勾的很好。这波牛仔把这个，因为他们两个不是双排的，所以说我们从那个舞女的低视角也可以看得出来，压根就没有想到你会，现在他逼出闪现就可以了，你会来勾我的，看怎么逼闪现。这里蛛丝连一下加速过来倒了，整个击倒牛仔这边的话应该没有打架，整个击倒的话对于穷者来讲是已经三台机了，已经接近三台机了，所以这个局只要佣兵能卡半救下来的话，我觉得是有望的，因为这波卡半救下来，下一波是牛仔带着小皮鞭过来打的嘛，有机会有机会，而且外面古董商也有打架能力，这个局蜘蛛我觉得待会儿应该是要用自己的减刑的，所以蜘蛛这边可能得留一留蛛丝什么的，要不然蛛丝全用完，这个减刑等半天密码机都有可能好。打一刀就再追一刀，能不能喷一口压一个双喷，应该是要吐一口的，这个时候压一个双喷很重要。蜘蛛其实这个局面是赢不了的，但是如果压一个双喷人救不下来就不一样了。不吐一口吗？这一波不吐一口，牛仔这边似乎是不打了，让谁打呢？让古董商打，因为古董商的机子快。这边想挂地下室，古董商机子修完，佣兵、古董商一起来那边牛仔，但一旦能形成击倒的话，蜘蛛这边可以直接减刑啊，因为这个地下室包括他手里面的蛛丝。可以很明确的放出一个信号是什么呢？蜘蛛先求稳啊，不是说蜘蛛不想赢什么的，蜘蛛这一轮他要的是什么？我先在开门战之前挂飞这个舞女，两棍打完，佣兵跳护臂过去，确保佣兵可以无伤救下人，吐一口，那边人救下来，卡着古董商，古董商现在当着你们的面，当着你的面在那边玩，好，三个人全下来。力保这个舞女打了一刀，佣兵先走，那外面佣兵可以过去贴门了，吐一口，吐中的是舞女，蛛丝是很够啊，蛛丝是很够，密码机是压好，两边都做好了充足的准备，一个飞轮胶吐一口，密码机点亮，这一棍子点开让舞女有一个足够的身位拉开了，佣兵那边是贴门的，蜘蛛这个闪现第一时间交能击倒减刑其实还行的，他现在这个局就不好说了，这个局一刀带走这个佣兵，那边的话牛仔已经到门，哎不对，牛仔没有到门，牛仔是过来压着，点门的话应该这个事情是交给古董商的，虽然古董商点门慢，舞女点门的话好像也行，因为毕竟中场这边耳鸣给到的，你传送过去把这个舞女击倒了，挂飞了，再回头过来，镜头给到过客。古董商那边点门给你压力，牛仔这边救人给你压力，我还是哎呀，一勾，勾下来以后，佣兵这边在过程当中吃到了这一口。
这一幕有多少观众是跟我一样第一次见到的？我还没从没，哎呦我天，我还从没见过这种画面呢。减刑，一勾，蜘蛛这边交了个闪现，那古董商这边的话手里有棍，吐丝，一刀，漂亮，多抓。这个残局呢，属于是穷者这边并不满足于，哎，我们算多抓，我们算反正不平嘛，对，我们平和不平，这个怎么投降了呀？